花洒极限浇面秒飞火箭，这把雪梨有点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什么哥啊，今天们来当牌啊。那之前好多人说想看宝哥玩下雪梨这个角色吧，说实话宝哥也玩了一把吧，只能说略懂啊。那今天就给你们安排上了好吧。如此宠物的宝哥啊，这里面不点一个免费的赞吗？这几年宝哥不是中招了嘛，不过症状不太严重啊，吃了药也退了，没办法，这个偏偏运动是吧，不愧是拥有一块腹肌的硬朗汉子啊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护啊，这个还是很难受的。好的啊，让我们回到游戏吧。单排这个排队时间真是太久了，糟了兄弟们，这把不是环局啊，那队友荷包的段位都会比较低啊，那宝哥玩雪梨可能会赢不了啊。四楼是莉莉 啊，算了，那咱们就雪梨吧，大人掉个分吧是吧，这个阵容是可以的啊，就是咱们这个雪梨确实看着有点别扭啊。哎，对面还是花汤姆了，三个女角色玩塔拉确实有点勉强了。哎，让我们进入游戏吧。这把上期跟大家说的啊，拿着两蛋糕炸个解暑嘛，就常规开局嘛。好的，哎，那就开始啊，那咱们先和平演示吧，看一包的位置啊。这把奶酪刷的好差的，说实话，动都动不了啊。莉莉跟玛丽直接出了女巫城堡，但要走了，这推不了的。咱们也出水城嘛，对吧？这边只能出水城了呀。还是那句话啊，遇到这种情况，特别是游乐场嘛，对吧，咱们可以开这个袋子啊，你万一开出个奶酪，那这个局势完全不一样了呀。这个杰瑞啊，飘不飘走了，对吧，不着急的嘛，咱们先把这个袋子全开了，你万一能开出个奶酪，这把不就活了吗，对吧，就好打了呀。咱们看一下还有个袋子，你看是吧，是不是开出个那个奶酪，那是不着急的你知道吧，是吧，完全不用急的。哇，不是吧，这玛丽就被抓了，这不就尴尬了吗，这是没看到宝哥，这怎么砸个罐子，这个杰瑞是怎么当我面砸了个罐子，然后这么气定神闲的整个推奶酪啊，当没事发生一样的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哎呦，这怎么救嘛兄弟，这就很尴尬对吧，那反正是莉头疼对吧，不是我头疼。这边莉莉也四级了，救应该也是好救的，但是这个汤姆带着平底锅啊，如果他不会拉锅的话也是有点难救的。那咱们就先把这个摩天轮和这个罐车奶酪双推了对吧，这杰瑞干嘛不搬那个过山车的奶酪呢，我的天，你还等我给你搬到位啊，啊这么懒，我想的是你推过山车我推摩天轮啊。算了算了，咱们再去把这个过山车拿去搬到位好吧。这莉莉不敢救嘛，你这你要是不能救还不要救算了，不然如果你被抓宝盖就救你对吧，哎，咱们去拿下吧对吧，这也太磨叽了太纠结了。哎，咱们拿冰块给掩护一下啊，先发个吻是吧，砍个极限距离，然后再咱们丢个冰块，我的天，这什么鬼啊，我这怎么有滩水呀， 啊咱们先给莉莉打个针啊，这个莉莉打满血了，哇细节啊，汤姆也是不抓这个莉莉了，也碎片啊，这汤姆是不太细心的，哇什么就离谱啊，刚才有个水你知道吗，我刚想扔冰块然后给我取消了，给冻到自己了，得亏这个猫没给我秒了，我人都傻了啊，这边是个鸟兽炸了，那先走先走嘛，不要紧嘛对吧，咱们玩这个雪梨要注意啊，因为它那个范围的前压度很大你知道吗，一定要放在远点放，不然你大猫面放就直接给机会了啊，给猫的一套给带走了啊。这边还要是给那里打一个打了个针你知道吗，就直接就满血了啊，可以的。这玛丽怎么又走不掉了，咱们看看能亲这个玛丽一下啊，走了是吧，走了那咱们就走了，把这水生打推一会儿，还有隐身的是吧，哎，这小子真的是啊，那咱们可以小推火这个水城奶酪，那这杰瑞怎么哎来了，这个网动了，咱们丢个瓶啊砸中了，那咱们也拉走吧对吧。说实话咱们可以去，哎呦这边还不走吗，放心号啊，这还不走吗，猫明显去了呀，这玛丽亚是隐身了，这哎打太大胆了，这小子怪不得地步给你抓的。现在咱们去那个牛城堡拿空投吧对吧，猫不拿咱们去拿了吧，看一下这个空投开出什么东西了，要是隐身就好了。哎呦远视加枪啊，这个枪先不拿倒没关系啊，咱们可以把这个冰块给运点过来对吧。要走了啊，咱们动一下牛城堡的一个奶酪，猫肯定要过来抓，你看胆怯了对吧，哎这个就有意识了，这就有经验了对吧，这个只能靠你这个局数的累积去堆积出来。现在的问题就是那里一个秒飞啊，真秒飞的兄弟，我记得力居然是10秒钟的，马上就秒飞了，这个就不着急了啊。耶嘿，还凭这个隐身的是吧，啊这样咱们这个选了一个技巧啊，咱们可以给这个爱心跟队友连接啊，然后喝这个隐身可以两个一起隐身的对吧，
然后同时咱们点个三级被动嘛，给这个杰瑞治疗一下，他有个一分钟的加速效果。哎呦，这就给抓了吧，兄弟！哎呀，没事啊，咱们看你的手下，去把这枪放下来，枪放下来才能摸对队友嘛，是吧？看对枪吧，先放个花洒。哎呦，放早了，哎，这个猫没反应过来，咱们一个拉锅，哎，漂亮！哎呦，这就得慢，又给他平底锅给那个拍到了嘛，就有减速。哇，兄弟们，这波真的很极限，好吧？这真是纯秒飞了。哎 ，nice！ 与此同时，这个杰瑞加马力也是让那个男的推完了。不过有一说，这个猫。啊，那个反应慢了点，宝哥也放早了，你知道吗？花洒放太早了，他完全可以等一会儿的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会儿的话就没办法了，对吧？这猫也，啊，这个可能确实啊，他可能打那个马力打的比较少啊，打这个雪梨打的比较少，对吧？一般说实话，这个天梯遇到这个雪梨的这个几率还这么大啊，这个咱们是把那个造包给回收了，一个是吧？小核弹，啊，漂亮。咱们没这个隐身嘛，然后再跟队友连接个吻是吧？再行隐身。怎么说？哎，这个隐身太差了，也抢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这个失误了下，不太。哎，怎么感觉也是吧？操作有点变形了。好，哎，这边是轻松的获得胜利了。看到没有，终止连麦，玩这个雪莉玩的。这个角色在四排中啊，作用会更大一点，单排还是有点不行的啊，不推荐你们玩。好的，喜欢本视频的话，别忘记点关注啊。那宝哥就继续躺着去了啊，咱们下。